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和亚伦、拿达、雅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。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”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、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。 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。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梵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。 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。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。” 我要将石板，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摩西对长老说：“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，有亚伦、护儿与你们同在。凡有争讼的，都可以就近他们去。” 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。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。第七天，他从云中召摩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，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四十昼夜。